有的长得比较大，比较厚，有的人喜欢比较大块，有的喜欢小块的。比如说薄的，多数喜欢吃薄的，吸引人的最主要新鲜哦。全部做到完要三个钟，我差不多起来七点到这边八点，做到差不多十点多十一点哦。做多也是这样，做少也是这样，因为他的东西全部一直要走的嘛。那时我自己想一下，拿那个鸡腿拿来放芝麻来烧咯，放那个叉烧架卤的一样的来烧咯。好像做这种东西最主要要新鲜咯，要做什么都要认真做咯。这个是慢慢自己摸索。那边要不要辣椒？大包啊，黑包，盖杯是吗？盖杯。叉烧不会烧啊？当然冇。是啊，以前我是做店的，最后店没有关，不是做生意了。我以前在 Metagas 的店那边做，差不多二十多年了咯，1980多年啊，就来到这边。这边刚刚有档口吗？有位吗？有位不是这边做的。以前的是可以做很多一半咯，现在少一半了咯。以前这个鸡五六只，这个做很多，这个做一大排，现在做不少一半了。我看它是多数是里面的学生，但是也是有外客，现在也是有熟客来打包咯，多数是熟客啊，熟客打包咯，多数卖得完。我开一个月了嘛，5月4号开，是比较夜一点，也是比较早一点。享受，没有工作就不享受了。时间做很短嘛，我一个星期做7块，一个星期做5天，没有了。我孩子都不要做，我只是现在有的做就可以了，还看看可以做到几时嘛，做到几时了。